因被夸好看，张嘉倪遭孟美岐粉丝炮轰，买超发文力挺老婆越长越年轻，貌似看到了网上的评论。在昨天晚上10点多，买超发微博晒了一个两只眼睛睁得很大猫照片，并且配文称，我怎么感觉它越长越小呢，生一次孩子就年轻几岁。今天还有网友扒出来下面一位出镜率很高的孟美岐大粉，一边艾特骂夸张嘉倪的网友，一边又说到怎么知道骂人的都是孟美岐的粉丝。这一波自己开除粉籍的操作也令路人震惊了，有人表示这是失去理智了吗？随着全民追星互联网时代到来，貌似现在的粉丝变得更加玻璃心了，一点都受不了自家偶像的受委屈，每隔2天就有一场粉丝私战上演，弄得整个娱乐圈乌烟瘴气。追星没有错，喜欢或者讨厌谁也是每个人的自由，但是过分迷恋甚至到达一不开心就互骂，这的确很让人讨厌。除了败好感，对于其喜欢的偶像也百害而无一利。由于当下越来越多因为粉丝而引起的负面事件发生，使得大众对于粉圈和追星女孩产生了不好的印象，这也是当下对于粉圈女孩争议很大的一个主要原因。